经过漫长的这个政治政局，西方社会迎来了一个另类的领导人，就是美国的这个川普。最近他有一些新的政策，有一些新的举措，完了以后对应的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关于中共应对的一些报道和解说。许多人总想在里面找到一个规律，其实呢，从习近平被立储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他的这个应对啊，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去全球化这么一个因素。因为十年前谁也不是大仙，根本就猜不到会有这么一天，会遇上一个藐视政治正确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出现。完了以后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在发生一些巨变，因为经济总量的这个原因吧，很多人把中美作为一个参照，那么呢比较两国的政治经济的做法。作为中国而言，习近平目前的这个执政团队，他们从知道自己要接获这么一个大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组织人手，编排自己的队伍，做一些对未来的预测。当时呢，正是全球化地球村的正热闹的时候，作为中共领导人来说，他们几乎不去听经济学家，或者说一些这种所谓的翻译家，那么把西方的这些新兴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这个解说，包括他们写的一些书，做的一些预测，一些判断，甚至一些数据的考量来作为依据，没有。现在执政的这个团队基本上都生于共和国元年，成长于文革时期，他们的学历并不高，他们很朴素地认为全球化只不过是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华约组织各个成员国曾经在苏共的引导下做出的这么一个分类包干的这么一个扩大版，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扩大版。苏共当时做过一个决策，把每一个国家让他去做自己比较擅长的工作，所以中共的领导人大多数是依托这个为依据来理解全球化的。西化的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给中南海提供更多的帮助，因为他们比较固执的抵制了这么一种宣传。我们应该这样理解，18世纪中期，德国在欧洲率先普及了6年义务小学教育，完了他们利用全员
普及小学文化程度的这么一支普鲁士军队，打败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高卢雄鸡，普鲁士帝国浴火重生。19世纪中后期，日本也普及了义务教育。那么这支在明治维新时期成立的力量，它让日本一直辉煌到1945年。现在中国呢，通过大学的扩招，普及了一些知识青年，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所以中国才走上了山寨大国的这么一个道路。因为苏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苏联勒紧裤腰带培养了1000万中学生，这批中学生里面出现了大量的人才，譬如我们熟知的米高扬、卡拉什利波夫、萨哈罗夫，所以我们后来看到了米格系列喷气式战斗机，千万级的氢弹 AK-47 步枪。中国也是走了这么一条路，但是呢，中国啊，在这个农业国向工业国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它主要还是参照了苏联作为例子。因为我们知道，从工业到农业这么一个转变的过程中，一个工人他能够获取的价值是农民的几十倍，而且通过这个杠杆放大，能够攫取农民每一滴血汗作为工业流水线上的原料。英国的杨士人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那么完了以后，你看从工业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这个过程中，一般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对内压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杨士人攫取农民的利润。第二条路呢，就是对外扩张。早期呢，主要是去抢海外，现在已经演变成利用高附加值的产品来攫取海外利润。前期的例子呢，像西班牙、葡萄牙，这个荷兰，包括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后一个典范是美国。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的入学率曾经达到了80%。正是因为有这么一大批大学生，他的智力储备才让他能够建立硅谷，发展信息高速公路。也正是因为美国普遍有了一批大学本科学历的士官队伍，他们才能做到全球打击、超视距攻击，几乎可以做到即时的地球一边对地球另一边的实时攻击。大家都很羡慕美元，其实在这之前是西班牙金币、法国法郎、英镑。美元现在呢，它能作为全球统治性的
准备货币。照理它也是有支撑的，中国没有，它要有军事上的支撑。美国现在建立的高科技的标准被全球通行，美国的军事力量可以做到全球投放、全球打击，中国做不到，所以暂时不行。习近平这一届政府上任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是泡沫，这个泡沫是谁干的大家都清楚，他们当时面临的是两个方式，我相信有很多经济学家都给他们提出了建议。一是军心维护这个泡沫，转移到下一级；第二是及时的戳破这个泡沫。虽然整个社会会有一个动荡，会有一个痛苦期，但是责任会分得很清。从我们这五年的情况上来看，他们放弃了这两个选择，他们选择了第三条路。这条路是什么呢？就是绑架全民。因为人民币资产它有一个特性，它不像美联储，它更类似于金圆券、法币。政权更迭了，它的价值就消失。我们都知道美联储大部分的股份来自于私人，几百年来美元的价值它是固定的，它是一个永久不会永久有效不会作废的一个货币，而人民币不是。内在从2011年的10万亿发展到2016年的244万亿，这个速度很快，他在绑架全民。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方债，一个是房地产。房地产泡沫谁都知道，但是现在这个泡沫呢被维稳了，它采用的是什么方式呢？它采用的就是有价无市，未来每一栋房子都有自己的价格，但是你没有办法处理掉这么庞大的房地产，因为事实交易会越来越少，现在的空置房估计会被现在持有的房地产商在不远的将来贡献给政府。因为你交了房产，你能换得保全，否则它的结果就是人财两失。因为政府正在修改游戏规则，我们知道共产党上台之前做了许多承诺，将近70年来他们在逐步抛弃自己的承诺，一朝天子一朝臣。毛泽东时期那是初创，邓小平时期开始出现变革，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有一些新的变化，到了习近平这一届完了，他又绕回去。那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我们现在看到全国范围内有大量的人资金在出逃，人也在出逃，资金跑出去的很多，其中还出了一些笑话。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耸人听闻的这些案例，
比如说 CCTV 又检举出来了，哪一个家族在香港汇丰银行存了2万亿美金，还有的说存10万亿美金，哎呦我的妈呀，美元资产我们知道美联储公布的大概是103万亿，此后我们就没有看到任何一笔精确的资料来公布了，因为时间太长，流通的货币除了林肯时期的，其他的美元都是有效的，那么它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谁也没有办法精确确认市场上流通的资产到底有多少。那么美元现钞基本上能确定大概流通的在16万亿，美国境外的有过这么一个统计资料，大概是4500亿，所以你说哪一个银行要是存了2万亿10万亿，这都是胡扯淡，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个问题。美国以外的美元现金也就4500亿左右，你别说2万亿，就是个2000亿它也是胡扯。中国的美元资产越来越少，至少境内的政府能够掌握的越来越少，但是以后呢，对老百姓来说你要也没什么用，因为这个政府它维系这个政权的已经逐渐抛开了美元，它开始回归票证经济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习近平在走回头路，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维系共产党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当年他的承诺，从理论上来说现在是为了维护政权维护统治而做所有的一切，没有人再去提他们以前做过的承诺了，我们看看他面对的现在是什么。周边大多数国家没有什么和解的可能性，历史遗留的问题太多。那么完了以后，我们看到了最近几年在搞这个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呢它是虚的，海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加上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即便因为贸易逆差的问题，从2017年开始中国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但是这种进口解决不了贸易逆差的问题，中国政府一直在防备着海上的通路被切断，所以路上的这么一带是真实的。从路上去欧洲，这么一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都是低度开发国家，哪怕到不了欧洲，沿途是可以去产能消化初级工业品，这正是山寨的拿手好戏。说中国政府大量的扶持外国政客，大量的收买外国媒体，这也就是这么一说，中国政府现在能控制的外汇储备能够被利用的不超过3万亿美金，在全球的体量上它是很小的一个数字。中国在持续的扩大对国外的一些文化上的输出，你比如说孔子学院，包括一些中文教师对国外进行文化输出，这个东西它跟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控制外国媒体、控制外国
政客没什么关系，这是一种软实力的增长。只要这个政权不灭亡，这种做法估计还会延续。即便下一个政权出现了，文化的输出也不会终止。这个政权现在已经很累了，因为它有超量的这么一个公务员队伍。从目前情况上来看，7000万左右吃财政饭的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公务员热在中国出现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知道现代民主政权它诞生的基石有三个：中国贡献了两个，文官政府、考试选官都是中国率先实行的，只有最后一个民主选举中国没有去做。估计短时间内我们也不会看到这么一个情况发生。不是说中国人素质低，没有民主的土壤，而是任何一种民主它都会有一个过程。100多年前，中国取消了家庭制，仅仅大概20年，完了以后就出现了什么呢？叫党天下。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两个党国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国民党呢，比较直爽一点。他还说了一句：“军政、训政、宪政，它分三个阶段实施民主。”中共毫不隐晦的以一句“人民民主专政”的名义，他就宣告他实行民主，而且未来在他们的统治期间，他们还会这样做下去。你不管他的官制怎么变，他的叫法有什么变动，党国的这个特色是不会有任何妥协的。不要对他们抱有太多的希望，